参加由腾讯娱乐和腾讯视频联合出品的《尖叫吧路人》。四川的啊，早说嘛！这么帅吗？这现在司机吗？我看明星了，这车怎么挺贵啊？不会吧，小哥？Do you speak Chinese? A little.半天没人打车啊。哦，这样啊，我走反了。我马上到。我马上过来。啊，走错。就是在那个，你知道那个财富中心吗？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他想让亮哥陪他喝一杯。老师，你走错了。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等着吧，得半个小时是吧？看到了吗？对了，回去了。